当我带日本女友逛长沙夜市，那个车没等，关门了，关门了，关门了，我的车没到站，没有，你问我的这个草莓进家呀？啊，这个好吃的，老北京，老北京好吃，嗯，你还记得呢？我为的呢，就是我在哪里？我在哪里吃的？别动我，特别的。谢谢。你不是中国人。我是中国人。你不是中国人。我是中国人。啊？我是中国人。我中国人，你不是中国人。我是中国人，你不是中国人。倒反天罡是吧？我听，你在中文不对。所以你不是中国人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我给你辣椒了，放辣椒了，放辣椒了。我给你买的，嗯，你吃。